26分的落后。GSG， 哇，被两边的防守者给挡下来了，而且没有传球的空间，给到前面来，再回来，哇！哈哈！阿邦斗188公分，他飞起来了。为什么冰妹跟飞迷会这么的疯狂？阿邦斗证明给大家看哦。失误了，队友也很清楚哦，这是阿邦多的 show time。哦吼！现场大荧幕同步的播放啊！你看阿邦多这个身高跟身材很平庸啊，对，就是一般人，188公分，也很瘦，没什么肌肉，可爆发力十足啊。出手并没有进球之后，这场比赛结束，菲律宾。2连胜，91-69来击败澳洲，我收下了赛事的胜利，我们要恭喜这个菲律宾队再度拿到比赛的胜利。那稍后呢再回来，我们会再来进行接下来的一个比赛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。